什么叫新鲜？看一下，这才叫新鲜了。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新鲜。青果，水分特别足的啊，脆甜脆甜的。现在没有这么高的。哦，看着痒。你说这瓜能长得硬吗？金太阳熟了啊，看一下。今天来果园拍摄，都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看。我掐指一算，屏幕前的你，2019年能挣500万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给我这条视频点了个。嗨，都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看。好了。2019年3月26号，摘果发货了啊！特别多的汁水。有没有残心？哇，冰糖心爆满！我给大家吃。
红心芭乐。来尝一下，特别软特别糯的啊，也甜，香甜香甜的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品种。来看一下，有人喜欢吃吗？特别甜的啊，很长时间都不上热门了，应该给一个关注，给个小爱心的。树上熟的都成黄色的了，我的妈嘞，都软溜了，一会儿打开看一下啊，绝对甜，牛奶木瓜。是你自己不要的，不要这纸鸟好玩，你们这纸鸟。我最近我这个交差不多，这人也发了。你是骗人的。